视野, field of vision, view, 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，他好像变了一个人。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，他好像变了一个人。吉利的新人才计划旨在培养具有开阔视野的复合型人才。吉利的新人才计划旨在培养具有开阔视野的复合型人才。饮食，饮食，food and drink，diet。医生建议我在日常饮食中补充些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E。医生建议我在日常饮食中补充些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E。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，酒文化浓烈浪漫，茶文化则恬淡自然。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，酒文化浓烈浪漫，茶文化则恬淡自然。蕴藏，to contain, to hold in store。网红经济所蕴藏的巨大商业价值，让不少公司都想打造出像李子柒一样的头部网红。网红经济所蕴藏的巨大商业价值，让不少公司都想打造出像李子柒一样的头部网红。当分钟级配送成为城市新基建时，其背后蕴藏的机遇与挑战就可想而知了。当分钟级配送成为城市新基建时，其背后蕴藏的机遇与挑战就可想而知了。传达，to convey, to deliver。本次协议传达出比较积极的信号，价格战终于结束了。本次协议传达出比较积极的信号，价格战终于结束了。李佳琦说，他在直播中想传达的是好的理念和感人的创业故事。李佳琦说，他在直播中想传达的是好的理念和感人的创业故事。鲜明，clear cut，distinct。网易的产品特色鲜明，总能在强大的对手面前活得坚挺。网易的产品特色鲜明，总能在强大的对手面前活得坚挺。我们所有人都旗帜鲜明地反对恐怖主义。我们所有人都旗帜鲜明地反对恐怖主义。区域，region, area。这里不能吸烟，你只能在指定区域内吸烟。这里不能吸烟，你只能在指定区域内吸烟。整个沿江区域都被水淹了，积水最深处达到了1.2米。整个沿江区域都被水淹了，积水最深处达到了1.2米。优异。Superb, excellent, outstanding。
Down to, up to such an extent as to. 实践，认识，再实践，再认识，循环往复，以至无穷。实践，认识，再实践，再认识，循环往复，以至无穷。欧拉在数学、物理、天文、建筑、音乐以至哲学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欧拉在数学、物理、天文、建筑、音乐以至哲学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辉煌，辉煌 ,glorious, splendid。博鳌房地产的20年，见证和记录了中国房地产最为辉煌的20年。博鳌房地产的20年，见证和记录了中国房地产最为辉煌的20年。李国庆准备收拾心情再出发，让当当重现辉煌。李国庆准备收拾心情再出发，让当当重现辉煌。和谐，和谐 ,harmonious。刚开始合作的时候，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，但是慢慢的就出现了很多问题。刚开始合作的时候，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，但是慢慢的就出现了很多问题。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56个民族和谐相处，14亿人民安居乐业。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56个民族和谐相处，14亿人民安居乐业。调和，调和 ,to be in harmonious proportion, to blend. 他们俩的关系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。他们俩的关系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。特斯拉和松下在产量和质量的平衡上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。特斯拉和松下在产量和质量的平衡上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。辽阔，辽阔 ,vast, extensive。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、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国家。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、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国家。我想去内蒙古辽阔的草原上骑马。我想去内蒙古辽阔的草原上骑马。飞禽走兽。飞禽走兽 ,birds and beasts, 他最擅长画飞禽走兽。他最擅长画飞禽走兽。他是个动物迷，叫得出所有飞禽走兽的名字。他是个动物迷，
叫得出所有飞禽走兽的名字。湖泊，湖泊 ，lake。中国是世界上高原湖泊最多的国家。中国是世界上高原湖泊最多的国家。近期受到强降雨影响，这两大湖泊的水位都已经超过了警戒线。近期受到强降雨影响，这两大湖泊的水位都已经超过了警戒线。溪，溪 ，small stream, brook。昨天我们在小溪里面抓到了一条鱼。昨天我们在小溪里面抓到了一条鱼。杭州的九溪十八涧是个不错的避暑的地方。杭州的九溪十八涧是个不错的避暑的地方。丘陵，丘陵 ，hills， 山东省栖霞市的主要地形为丘陵，非常适合种苹果。山东省栖霞市的主要地形为丘陵，非常适合种苹果。浙江、广东等地丘陵多、平原少的地形，大大增加了修建铁路的成本。浙江、广东等地丘陵多、平原少的地形，大大增加了修建铁路的成本。种植，种植 ，to plant, to grow。袁隆平团队正在柴达木盆地的盐碱地里尝试种植海水稻。袁隆平团队正在柴达木盆地的盐碱地里尝试种植海水稻。他们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天然橡胶的种植、加工和销售。他们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天然橡胶的种植、加工和销售。精心，精心 ，meticulous, elaborate。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照顾，他很快就康复了。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照顾，他很快就康复了。今天下午，我要去见一个非常特别的朋友，所以我要精心打扮一下。今天下午，我要去见一个非常特别的朋友，所以我要精心打扮一下。构思，构思 ，to conceive。To design, to construct. 饺子导演说，哪吒从构思到制作耗时数年，可谓十年磨一剑。饺子导演说，哪吒从构思到制作耗时数年，可谓十年磨一剑。李安通过精心的构思，把他的情怀揉到了电影里面。李安通过精心的构思，把他的情怀揉到了电影里面。烹饪，烹饪 ，to cook。食用野生菌时，应避免多种类混杂，烹饪时一定要烧熟、煮透，严禁生吃。食用野生菌时，应避免多种类混杂，烹饪时一定要烧熟煮透，严禁生吃。
海尔成立了全球美食烹饪研究院，旨在通过研究美食烹饪，推动厨电产品迭代升级。海尔成立了全球美食烹饪研究院，旨在通过研究美食烹饪，推动厨电产品迭代升级。即便，即便 ，even if， 即便负面消息缠身，特斯拉在资本市场仍然受到追捧。即便负面消息缠身，特斯拉在资本市场仍然受到追捧。即便有很大的折扣，愿意进店购买衣服的客人还是不多。即便有很大的折扣，愿意进店购买衣服的客人还是不多。素食，素食 ，vegetarian meal， 人造肉逐渐成了素食主义者和环保人士餐桌上的新时尚。人造肉逐渐成了素食主义者和环保人士餐桌上的新时尚。由于素食主义者的激增，英国植物奶销量增加了不少。由于素食主义者的激增，英国植物奶销量增加了不少。人间，人间Human world， 九寨沟真的太美了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。九寨沟真的太美了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。我的朋友这几天不接电话，不回微信，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我的朋友这几天不接电话，不回微信，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体系，体系 ，system。农村地区售后服务体系不健全，不利于电动汽车的维修和保养。农村地区售后服务体系不健全，不利于电动汽车的维修和保养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，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，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。品种，品种 ，variety。我们从南美洲引进了一个优良的藜麦品种。我们从南美洲引进了一个优良的藜麦品种。野生食用菌有几十个品种，就算土生土长的云南人都不一定认得全。野生食用菌有几十个品种，就算土生土长的云南人都不一定认得全。认可，认可 ，to accept, to approve。我总算得到了领导的认可，他让我全权负责这个项目。我总算得到了领导的认可，他让我全权负责这个项目。黄老师的教学能力已经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可。黄老师的教学能力已经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可。